个主持人最近惊透透，吃好料。你今晚就来吃好吃的喽！一点半去给钱，最主要就是让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吃得起，就会吃到点美味的食物。好吃的，我用的是全部同款，够浓厚家乡味，吃起来是足够赞的。个亲切的人情味，会忍不住让人家一口接一口嘞。风中奇缘，礼拜日米是八点，爱说欢喜台。